分化什么。就是我画画画出来能给你一幅完美的抽象画。抽象中的抽象。不是没有那么好，是根本就不好，好吗？我可能属于年龄顺序没太弄过来。第一个是朱志鑫，然后我就觉得就很帅，但是有时候就是很有点小疯小疯的那种，就是有一点那个。然后第二个是左航，然后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平时比较就是会很呆，然后突然间然后又反过来的那种。然后第三个是佟玉坤，其实是个团字两个字，团，第一这是个团，然后这里有个子，因为我就觉得他那个苹果肌很肉嘟嘟的，然后就像一个团子一样。然后这是邓家兴，邓家兴这个就是很小调皮的那种。然后苏英浩这个就是我给他画了一个在形容小熊，因为比较就是冷静沉着一点。然后这是张泽宇，是只小鸭子，我借助了八宝粥，把粥去掉，然后给他们所有人都改了一个名字。然后我给张泽宇取的是八宝鸭。然后这个是张吉，因为他自己的外号是吉吉国王嘛，然后有时候就像一个小猴子一样，我就给他画了一个小猴子。然后这个是张俊豪，张俊豪这个其实就是他特别爱笑，总感觉不是怪的感觉，是那种很好的感觉，就说不出来。然后这个是陈天润，这个就是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他其实还不知道，所以说就是一个问号脸。这个是姚一晨，小姚，然后我给他画的一个是笑脸，因为他平时就可能还是会爱笑一点。对，哦对，还有一个，这还有个穆子成也是很调皮，小调皮，还有很爱笑。然后于涵这个就是猛男，然后感叹号，一个表情包，因为他的力气，除开我们那几个比较力气大一点的，他的力气算是大一点的了。好，这就是我心中的他们。第一个画的苏庆浩，因为我这画了腹肌嘛，八块腹肌。然后第二个呢是赵冠宇，也是有腹肌的，有六块差不多，这一坨反正。然后呢左航呢就比较瘦，所以我画的下面就是火柴这样。然后佟玉坤的招牌动作就是一直摸头发，对。然后邓家兴就眼睛很大，然后于月涵呢就有颗痣这，然后呢张俊豪呢就因为他最近不长胖了嘛，就画的肥了一点，就脸很大。然后穆志成也就是脸很大，然后就很瘦。然后是陈天润，就是有黑眼圈嘛，就感觉很重，所以就画的肥。还有那个姚一成，哦，张泽宇和张吉。张吉呢就挺胖的，然后张泽宇就很黑，然后姚一成就很小很小。这个呢是赵冠宇，我给他画的舌头的寓意是他很稳重。这个是朱志鑫，非常的形象，喜欢吃。然后邓家兴呢看着像朵花，其实我给他画的是刘英姬，因为他唱歌很好听。佟玉坤啊是个活泼的性子，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顽皮的小孩子。张泽宇呢我给他画了一只顽皮的小狐狸，因为他总能想出一些小诡计来。玉涵
显而易见，他就是只鱼，虽然他也喜欢吃鱼。然后陈建润，我给他画的是一只羊，因为羊比较生性慵懒，而陈建润呢，他虽然慵懒，但是他有远大的志向，所以说这只是个表面。而姚玉成就代表了他竹子呢苍劲有力，也表明了我感觉他以后会有很好的前程。剩下的朋友我还没有画完，记不起来还有谁了，能给点提示吗？还有一个是谁呀、啊？哦，对，张吉，张吉这个太好画了。终于结束了，由于我技术不太好，苏新浩的牛和陈建润的羊画成了一样。其秘密呢，就是苏新浩力大无穷啊。吴志成脸比较圆，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圆脸，而且他爱笑。张俊豪最近长胖了十斤的人，必须得给他画个球。张吉所谓的小黑胖子啊，就是这样。第一个他是姚玉成，他的脸很小很瘦。然后第二个是陈天润啊，因为他天天都一副傻笑。然后第三个是张俊豪，我把他画胖了一点，因为他最近胖了嘛。然后第四个是苏新浩，他天天戴着个帽子，这个是帽子呀，老师啊。这个是朱志新，因为他最高大。嗯，这个是邓家欣，让他点点板那个脸。然后这个是谁，这个是穆子成，因为他你看 他脸上有两半，这个他每天都顶着一个两个高原红。好，这个是玉涵，因为他天天疯疯癫癫的。然后这个是左航，他每天都是一脸问号的样子。然后这个是张吉，他喜欢说什么哟，然后我就给他在他头发上面写了三个字。然后这个是张泽宇，他每天都疯癫搞笑，问题反正很多东西都集于一身。啊，对，赵冠宇。好了，画了很多个往下弯的眯眯眼，就是因为他比邓家欣的脸还板，就是。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。这个最小的一个点是姚玉成，因为他最小。这个是那个穆子成，他第二小。然后这是张俊豪，他第三小。然后这应该是条味第四小应该是。然后这是具体就是其他十二位成员的年龄的那个。掌声。因为这个比例里面有粗细，然后粗细里面会包含一些跟他们所在的感情什么的。我的就是个 WiFi 信号，等会儿4G。这是左航，眉毛浓浓的，头发有点稀疏，然后呢脸比较修长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朱志新，因为他眉毛很少，所以说我就画得非常的浅，嘴巴比较长。然后呢，这是穆子成，他有点婴儿肥，所以说我就把脸画得比较大。这姚玉成，他也是比较瘦，所以说脸很小，但是呢。头发哎，或多或少可以的。这是邓家欣，他脸比较小，眉毛很浓，嘴巴比较小，所以说画的有点大了。这是苏新浩，眉毛有点浓，看着有点凶巴巴的样子，头发非常的稀疏。这张吉，头发还行，眉毛没啥，并且我还给他的面容涂了一点黑色，因为他比较那个。
对，然后呢，这小宝，小宝属于脸很修长，头发很短，然后呢，还有一点黝黑。这陈润润，嗯，看着其实不胖，但是我，那个手有点那个，所以说我就画的有点胖，那有一点眼袋我画了点。这是童宇坤，他的头发就像那个日本动漫的大熊的头发一样，我觉得。这是张俊豪，头发飞飞有点密，然后呢眉毛和我差不多，还是有点婴儿肥，所以脸有点大。剩下那位我好像有点忘了。好，现在还差一个是赵冠宇。有吗？哦，对，赵冠宇，脸比较长。比较瘦，头发非常的长，但因为青春期有点那个痘痘，所以说我就画了一点，比较真实。对，啊，我画的第一个就赵冠宇，赵冠宇他是，我觉得我很羡慕他的发量，而且他的头发很厚，朱志鑫的头发很粗很硬，怎么晃都跳舞的时候都不动。然后这个是画谁？哦，左航，因为我为什么我只画了三根毛？因为他刚左航来，左航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我从我那个以前那个手机拍那个他特别瘦，然后呢还是个寸头哥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童宇坤，童宇坤怎么说呢？就是他很喜欢这个动作，去摸他那左头吧，所以我就给他画出来了。然后第二个邓嘉欣，挺羡慕他的脸，很小，然后头发很多。然后这个就是于雨涵，于雨涵，他脸也很小，不过，哎，天天说我头发少，真的是他自己看没看到他自己的毛比别人少几根吗？然后这个是张俊豪，然后这个是穆世成，然后这个是陈天润，因为陈天润他这个有两个眼袋特别明显。然后这个是姚一晨，因为他很瘦，脸也很小，没了。哎，我到底少画的谁呀？懂了，忘了。这个小宝，张吉，我们之前去韩国的时候，我发现他肚子有点胖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肤色不干上不相上下，然后呢，张琪高一点，没了。然后我现在这个画已经画完了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。然后第一个是苏星浩，因为他很强壮有力，所以我给他画了几个肌肉。然后就是小宝张泽宇，他平时非常的爱笑，而且非常的搞笑，所以我给他画一个笑脸。然后就是童宇坤了，因为他平时就是那种这里很肉，有时候光照在上面也会反光。然后就是小穆芷辰了，因为他脸很圆，然后呢个子也比较小。然后就是左航了，因为他平时就是非常喜欢邪恶的笑。然后就是于雨涵了，因为平时他非常的就是喜欢假装生气，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生气的脸。然后就是朱志鑫了，因为他又高又大，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很长的四肢。然后呢，我给邓嘉欣画了一个哭脸，因为他平时非常的喜欢就是哭。然后就是赵冠宇了，因为他也一样和苏星浩就是有肌肉，所以给他画了两块肌肉。然后呢，就是张俊豪，因为他平时就是笑起来就好像有那种小酒窝一样。然后就是陈天润，因为他就是那种熊猫眼。然后就是小姚姚一晨了，因为他平时非常的爱笑，而且他也是我们这里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的，所以我给他画了一个个子比较小一点的。第一位自然就是我们的大哥赵冠宇，非常有型。为什么他的脑袋这么大呢？因为他的脑容量很大，因为他在两三年之前甚至更久更久以前的事儿，舞蹈
歌词他全记得住，非常的厉害。第二位，走读的室友朱志鑫，腿长，人又高，人又帅，非常厉害。第三位，左老板，土豪 ，left 的左的意思，金钱代表了他的行，厉害。第四位，小卷卷，你看细节卷，小卷卷，童老师。正所谓脖子以下全是腿，他脖子以下全是裤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个小习惯，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把裤子提得很高很高很高。对，第五个就是我们的邓家兴，高冷王子，看这个 cold cold 冷，高冷。然后第六位，我们的于雨涵，因为他总认为自己很强壮 strong。 第七个，帅帅，帅一个字是五花，帅帅就是十花，所以说我用十个帅表达了一个帅，非常的有意义。第八个，吉吉国王来了。吉吉国王我认为是个猴子，猴子爱吃什么？香蕉，我就画了两个像辣椒一样的香蕉，非常的厉害，对吧？看顶上这两个点儿，这两个点呢，加上这个弯弧度，就是 G。然后第九个，陈天润，因为他吃面、吃粉、吃什么都要加醋，所以说我直接干脆给他画了瓶醋，厉害吧？哈。第十位，豪哥，这张床代表了我俩经常在一个宿舍里住。这两个人呢在跳舞，前面我也给大家讲了，就是他在宿舍经常教我跳舞。第十一位，木女，木子成，看他头上梳了个冲天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次 vlog 他都带着冲天辫。最后一位，我们的小弟弟，看他劈着叉，180度大叉，吃着饺子，虽然你们看不到饺子在哪，你就当他吃完了。其实我不会画啊，希望剩下的12位朋友们不要打我，我用了我毕生的精力画下了这一幅大作。第一个呢是赵冠宇，因为呢紫色代表的是沉稳，而赵冠宇呢就是一个很沉稳的人。第二个呢是一个小太阳，它代表的是木子成，因为木子成的性格和太阳一样，都是很温暖的。第三个呢是一块钢铁，它代表的是左航，因为左航的性格是非常刚强的。第四个，中间有个宝字，相信大家都能认识吧，这就是张泽宇。周围呢这个圈呢代表的是一个很热情的人。这个可乐配汉堡代表的是张吉，因为张吉可是一个十足的美食家。这个呢是苏信浩，这是一台聚光灯，说明苏信浩是一个舞台表现力非常强的人。这个呢代表的是朱志鑫，这个箭头说明朱志鑫长得非常的高，在这也希望他能长得更高。这个呢代表的是童宇坤，中间呢这一个是代表了他的心，而外面这些呢代表是我看不懂他的心思。这一个呢是邓家兴，因为邓家兴有一个自己的小世界，所以呢我就画了一个星球来代表他。这个是张宇豪，因为张宇豪喜欢打篮球，所以就送他一颗篮球。这个呢是于雨涵，因为于雨涵很喜欢弹吉他，画了一把吉他来代表他。最后中间这个呢是姚玉晨，这些横杠竖杠都是代表我跟姚玉晨说的话，而中间这些呢代表是他话中含的理论，代表呢是说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当时可能听不懂他说什么，但是最后回味一想却觉得他说的话确实挺在理的。这些呢就是我给我的好朋友们画的画像了，不知道你们听没听懂呢。第一个是朱志鑫，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某一个字和某一个动物非常的像，然后就画了某一个动物的某一个部位。第二个就是苏信浩，因为他力气非常大。第三个就是赵冠宇，因为他非常会做菜。
第四个就是张吉，然后因为字都写在这儿了，所以说没有原因。第五个就是张泽宇，这是他的外号。第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六个就是于涵，因为他很白又很瘦。第七个就是童一坤，因为他刚刚剪了头发，头发看起来很少，所以说我就画了三根毛。第八个就是邓家欣，这个很像一个凳子。第九个就是左航，因为这个方向是朝左。这一个就是陈天润，因为他的陈字里面有一个字跟早晨读音差不多，然后所以说我就画了一个太阳。然后姚玉成就是很遥远，他离我也很远，然后我就画了一个距离。最后一个就是木子成，木头是一个，不要笑，千万不能笑。第一位朱志新，因为他姓朱，我就跟他画了一个就同音的那个朱。好，这是苏信浩，帅帅，因为他跳舞的时候经常那个刘海会中分。这个张俊豪，他后面的头发很长，然后跟我一样经常有高原红。然后这个呢左航，就他的刘海是那种有纹理然后是弯的。这个呢你们绝对想不到，这个是童宇坤，他呢可能是去村口聘了一个20块钱的托尼老师剪的。然后这个呢张吉，头发就这边是黑的，所以我帮画了这些黑色的。然后这个呢张泽宇也黑，然后我也画了这些。然后这个是大哥赵冠宇，青春期嘛，然后他就会长一些痘。这是姚玉成，他脸比较尖嘛，所以我画了一个这个。然后这是邓家欣，因为他脸比较白，所以我在这写了个白字。然后这个是于涵，他这儿有颗痣，所以画了一个标志性的痣。然后这是陈天润，因为他眼圈比较黑，所以画了一个黑眼圈。第一个是会做饭的大哥赵冠宇，第二个是1.8米大长腿的帅哥朱志新，第三个是童老师童宇坤，第四个是特能吃辣的左航，下一个是穿裙子特别漂亮的于雨涵，这个是抱着大话筒唱歌的邓家欣，这个话筒画的有点像玉笔，这个是身材健壮的张吉，下一个抱着吉他唱歌的是小宝张泽宇，这位是武林王者苏新浩，下一位是我的老乡，也是一位零食爱好者陈天润，下一位是 AJ 爱好者张俊豪，最后一位是挑战成功穿15件衣服的木子成。